今年，浩洋股份旗下的舞台灯光品牌特宝丽强势推出多款产品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SL5000 系列。整个系列都拥有1400瓦的大功率白光 LED 光源，光斑均匀度极高，灯具一致性极强，光源寿命高达20000个小时。为了平衡散热，降低噪音，我们推出智能散热系统设计，无挡风扇噪音控制，适应各种场合应用。 SL5000 全系列可以定制高显纸版本，显色指数高，光色均匀，还原物体在自然光下的颜色。 SL5000PH 高显纸还原本真色彩，1400瓦 LED 光源，光通量可达45000流明，光束粗犷饱满，色温达到6500K，拥有自动调焦功能，全新光学设计，最小光束角度达到5.5度，光束感粗壮有力，最大光束角为50度，拥有 CMY 加 CTO 混色系统，配置一个色片盘，含6种颜色加白光，一个旋转图案盘，有6种旋转图案片，一个固定图案盘，有7种固定图案片，动态效果盘和2档雾化设计结合，可展现流水的动态效果，2个棱镜可双向旋转，可叠加，使用红功能将图案棱镜自动组合，生成丰富多彩的效果。 SL5000WPH 探寻色彩的魅力，高亮度 LED 光源叠加染色效果，更能突出空灵穿透之美，拥有自动调焦功能，变焦角度在6度到45度，成像从小到大始终保持清晰。一个旋转轮廓盘，内置6个旋转轮廓片加白圆，拥有 CMY 加 CTO 混色系统，2个色片盘共12种颜色加白光，可做双向旋转彩虹效果，强大混色效果，铺光均匀，令人惊艳的染色效果，高效雾化柔光效果，与色片叠加产生梦幻染色效果。 SL5000PIP 打造光影艺术，光通量达48000流明，光束粗壮饱满，边缘干净锐利，色温达到 6000K， 防水防尘等级达到 IP65， 轻松应对户外极端天气，拥有自动调焦功能，变焦范围在5.5度至46度，小角度时光束投射强劲利落，如利剑穿射，拥有 CMY 加 CTO 混色系统，配置一个色片盘，含6种颜色加白光，一个旋转图案盘，有6种旋转图案片，一个固定图案盘，有7种固定图案片，动态效果盘叠加2档雾化设计，营造栩栩如生的丰富动感效果，2个棱镜可双向旋转，可叠加，使用红功能将图案棱镜自动组合，生成多样化效果。 SL5000WPIP 惊艳视觉效果，1400瓦 LED 光源，光通量达到45000流明，光束投射强劲有力，色彩纯正，全是光学语言。 IP65 的防护等级在户外场地极端天气依然无惧风雨，拥有自动调焦功能，独特的光学设计，切换变焦角度时光斑都非常匀称，有6个旋转轮廓片加白圆，拥有 CMY 加 CTO 混色系统，12个色片加白光，将色域发挥到极致，雾化设计柔化光斑，呈现完美染色，混色出彩。 SL5000 系列性能优越，给你带来震撼的视觉冲击，光圈可做 5% 至 100% 线性调节，将光斑的灵活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极佳的调光性能，避光和起灰的照度变化精准控制在2%以内，调光平滑细腻，切割系统可以做180度旋转，四边切入成像清晰，大小光斑切边清晰笔直，畸变极小，具有频闪功能，高清运动摄像机画面不闪烁，可通过 XY 轴旋转角度实现多样化效果。